本节目由城堡网独家冠名播出，城堡网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海淘好货一网打尽。那这一次呢，想要给奇哥一个 surprise。相处这30年来，觉得欠他还蛮多的。那忽然间知道他要来热浪岛度假，那重回他20年前拍《夏日摸摸茶》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想说，哎呀，这30年来他对我这么好，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 surprise？ 然后他约我的时候，我就说没空啊，然后我就偷偷的来这个岛上。然后想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让奇哥，然后有一个惊讶那种感动。茶阳会馆，哇哇，地理学家在这，地理学家。啊，这不是一个寻求地理的一个私塾，这是一间咖啡馆，记录20年前奇哥的生活点滴，拍片的现场，那给他一个美好的回忆，来杯夏日摸摸茶吧。奇哥的律师楼。在这边跟郑秀文有一场戏，所以说要值得好好留念的一张照片。这很标准的荷兰建筑，荷兰人在这边盖然后留下来的。我想集合所有他到过地方的照片，然后送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送给奇哥一把扇子。每个优秀的人呢，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就跟大树一样，它长得又壮又大，必须要把根基扎好。奇哥送给你一把可爱的扇子，扎根。然后从马六甲坐到丁家奴，又飞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到丁家奴呢，然后呢就要赶船，然后在这个码头上吃了鱼饼，然后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船，然后到热浪岛。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欢迎来到夏日摸摸茶度假村，你的世外桃源。我们叫华明俊，你的客户哈。当然，待会我会给你们讲解酒店的行程表、还有资料等等。好嘞，到我们酒店周围呢，都是有很多顽皮的猴子哈，所以请不要喂他们吃东西。房间它里面的都会去带一些这些的水果哈，就比如说榴莲啊、山竹啊、火龙果哈。OK， 如果你们有要塞 ，Thank you and enjoy your holiday， 拜拜。20年前，奇哥来这边拍《夏日摸摸茶》，造就了现在这个岛的繁荣。哇，很多观光客来。现在好好去寻找一下，我要寻找的人，给奇哥一个 surprise。哦。潜水。孔哥。你怎么会出现？不是说要给奇哥一个惊喜、surprise？ 因为20年前他在这边嘛。对，他在岛上了。奇哥也所有行程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清楚，我感觉。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在哪一个点上我出现，奇哥会特别的 surprise？ 哪个点上？这样想的话，在水下会比较好哎。水下？对，是水下。哦。怎么了，孔哥？没有，身体不舒服吗？我很好。嗯，学潜水，是吧？对啊，对，你会潜水吗？会。真的吗？对。行，走。我们可以先这几天带你先准备一下，因为奇哥还没到。
哦，没有问题啦。OK OK， 走吧走吧走吧，来你最后走来，好走，我们去这边潜水。对，这是我们潜水中心这边。他讲的是蛮不错的啦，但是问题是我对于这个水啊，我会游泳，但是我不喜欢水的感觉。走不动了吗？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咱们先换衣服。来看好啊，教练！看我了，看他怎么入水的。咬着调节器，按这颗钮，充满了。红光。对，红色的按住 ，OK， 充满了。按住面镜，手扶着。看前面。可以吗？啊，来，我们试一下这样下水啊！来，摇好。对对对对对。没事了，来摇好吧。等一下。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在水里面嘛，其实。哎呀，来都来了，就下水拍啦。对啊。OK， 推板对上，没问题，我们就慢慢下水了。哎，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先适应呼吸了。OK， 很好，往水里面看，没有事情，我们就下水了，来。其实我并不喜欢在水里面的感觉，因为在水里面感觉我是觉得我不能呼吸，然后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而且戴上那个东西呼吸器，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躺在手术台上然后插管的病人，然后我会想吐，然后我会觉得然后我会很紧张，我不时的我会想把呼吸器拿下来，好像这样讲好像把自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水里面给人家那个压迫感，那种窒息感，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身体要微微侧倾。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很好了，已经成功一半了。真呛着，真呛着。巡回好了过后，然后这个碰到气瓶，碰到气瓶，然后往前跨，往前回来，对，在你的手上，然后这边再放，然后拿了之后放进嘴巴，开嘴巴开大一些放进去，然后吐掉它，对，然后再吸气。好，再 try OK， 来再一次哦，来，还可以带上蛙镜。OK， 好。有一个有吸到水，对，因为你放还没放你就开始吸水，你放进去的时候你要把水喷掉，先往外吐一口气，吐先你才可以吸，啊才吸。我内心是恐惧的，我觉得让一个人在一个恐惧的环境当中太长久，我觉得那个人会疯掉。我说还好，只是短短的训练时间，我就眼睛一闭，我挺过去，然后给齐哥一个 surprise， 然后我尽量让我自己在短时间内看可不可以克服对水的那个恐惧。
热浪岛是马来西亚第一批列为国家海洋生态保护区的岛屿之一。在热浪岛周围的23公里之内，法律规定不允许从海中带走任何东西，特别是贝类和珊瑚。今天的海象不错，所以阿诗玛带上我们前往热浪岛外的一个船礁，去观察珊瑚的生长状况。受到全球暖化气候的影响，就如同澳洲的大堡礁一样，热浪岛附近的海底珊瑚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威胁。许多珊瑚礁都钙化成了一大片的白色枯骨。珊瑚的成长是非常的缓慢的，它要变成一个珊瑚礁，能够保护到海洋，海浪不要直接侵蚀到了陆地，另外要提供一个栖息的环境给很多的小生物，然后能够到食物链的底层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你不小心，像有些人潜水啊，会去手不听话，就是乱搬乱折，或是说挖鞋踢了一脚，它一扫过去，可能它要长好几年才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海龟就像大海中的精灵一样，传说潜水的时候遇见海龟、海豚这些很有灵性的动物，都会有好运气哦。哎，也不知道我会有什么好事在前面等我呢。
没想到孔哥竟然出现了。虽然他长得也很像海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惊喜真是蛮大的惊喜。在水底啊，碰到奇哥的那一刹那，那两个眼睛啊，含情脉脉，那种真的是四目相交那个感觉，那个触动真的有被电到。对，我想不到的，就只有这样的。我本来想说从天，然后呢，这个托运伞降下来给你上来，但我想说，不是说没空到，没空，再看看能不能，所以在海里面一个弟弟，怎么，哎，都灭顶了，哈哈，这水太浅了。你刚刚看到海龟了没有？我刚看到了，从我们两个中间划过。我们这次没有解错啊，好不好？海龟水中游，是的，几个啊？二十年前的摸摸茶小弟来报道了，好不好？祝你二十年前的回忆。好了，我待会好好带你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岛，好不好？多了一个喝水的、看水的回忆。你怎么没声音了？我在顺顺气气。我的岛原来的别名叫做海龟岛，这里是海龟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栖息地啊，海龟在这里很多的生态都很自然，而且保护得很好。现在是海龟的一个保护协会，他们在做一些公益慈善的呼吁，注意环保的问题的。 We have additional baby turtle more to be released than...在这里有大概四种的海龟，然后，这个活动他说很有教育意义跟那个啊环保意义。Anyone to join? We have additional baby turtles. 你好，你知道这要干什么吗？在等小海龟，海龟要让它回去它长大的地方哦，就像你一样，你要长大，知道吗？你知道海龟跟陆龟不太一样哦。好了，我们下一轮了。One, two, three, release！ 加油！我跑好快哦！Come on! 加油！来，你看我已经到了，主要是我都已经在最前面了。你已经在那里了，我已经在最前方了。我的爬最慢了，你看，我的是第一个步向大海的。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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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奇哥是最后那只了，还在这儿。他再怎么慢，他还是要回到他大海，大海是属于他的家。好，小海龟加油！拜。看你曾几何时你可以跟海龟一起游泳，对不对？那你跟他游泳的同时，你又想到，哎呦，我还放生了一只小海龟。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如果把这个保育做得好的话，哎，有很多很多我们后代的子孙就可以一直一直看到小海龟、大海龟他们这种繁衍。那我觉得在精神层面上是得到满足的。在时间整整过去了20年以后，我再一次回到了热浪岛，去看看那些我20年前因为拍摄电影而到过的地方。但我接下来要去的却是这座岛上我从来没有到过，但特别美丽又极其特殊的地方。停这里可以吗？ What are we gonna do? The first step? Okay, for the first step, we're gonna set up the gear. Set up every equipment. Yeah, yeah. Set up every equipment, then you will follow me to the replanting site over there. So we, from the shore to... Yeah, from the shore over there. So we're gonna go... How far is it? Around 100 meters. What? Towards the destination. Okay. But it's around 6 to 7 meter depth only. Okay. Yeah.我们要游100米出去，我那个知道背着装备要踢那个蛙鞋很累的。OK, no problem. 明哥，加油了！来，明哥先把好不好？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先把面巾收好，好不好？别紧张，没事。然后呼吸，然后故意的，孔哥没有，你是幸灾乐祸啊！我还有其他的任务。你的装备呢，孔哥？我还有其他的任务，对，好不好？你有什么任务告诉我？比如说宣传保育珊瑚的重要啊，我跟一些游客啊在岸上跟他们叙说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说，奇哥去对这个保育珊瑚尽一些心力，好不好？让大家更敬重你。明哥，你也是，我应该看得到你再上来吧？哎呀，放心。真的吗？小弟号称浪里小白条。我的经验告诉你，就是说你的呼吸一定要顺畅，好，不要慌。你不要慌，你一急你就想上去，不行的，然后会呛到水的。孔哥，你这样打乱我节奏，我本身就调节得很好。这样吗？这样就我就一紧张。我以呛过水的过来人，孔 孔哥，我以呛过水的过来人跟你讲，就不要呛水，难受。再教我百步这样子，好不好？不要了，不要了，好了，加油了啊！哎，走啊，孔哥，好不好？保育珊瑚，加油！还有英语一份呢、啊。有，好不好？加油加油，明哥加油，啊、哦，加油。那奇哥约我去保育珊瑚，然后去刷珊瑚旁边啊，然后让珊瑚快乐的长大，那我就不去了。对，因为要潜到海里面那个感觉啊，我害怕。但是我曾经已经做过了，做一次就可以了。你会而不做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会就要去勇敢的去尝试，哪怕是呛水啊，那也不管，好不好？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潜到水里面给奇哥一个 surprise，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记忆了。那。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去准备更大的惊喜给奇哥，敬请期待哦，别着急。
保育这件工作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工程，跟我们的珊瑚保育员下去，就这么小一颗，你要必须要拿牙刷把旁边的一些附着的一些寄生物把它刷掉，免得跟我们的珊瑚抢它的营养养分，才能够让它好好长好。这工作很辛苦，破坏很快，可是你要让它复育很慢。感觉很像愚公移山，可是你不去做，不这么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话，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像一个万里长城一样。所以，希望能够多呼吁，借我们的一些介绍，让更多人了解它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投入的话，那少一份破坏，多一份保护，一来一往，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地球。刚才水里很难平衡，然后他那个刷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辛苦了半天，他才长这么一点点。那你看，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珊瑚，它的成长很缓慢的，然后又很脆弱，但是它又是对我们海洋生态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哎，辛苦他们了，不容易。他弄得非常。非常棒，说得非常好，然后很拿得很轻，不会伤到珊瑚，然后说得非常干净，然后做得非常好，下次可以有机会来帮我们这里打工，帮我们洗刷珊瑚，对，当做这个保育的员，做得非常好，这个。喂，阿牛，哎，你快到了，好，好，好，我去码头上接你，给你一个六星级的接待，你等着我 ，OK， 拜拜。热浪岛带给我的惊喜不只是孔哥，居然连好久没见、20年没回过热浪岛的阿牛也来到了岛上。我们的青春回忆，我们的20年，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上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看喽，你的老朋友要进去见你喽！真的假的？Sammy在里面，真的假的？这很难说的哦。如果Sammy在里面，我马上跳下去。